按新闻断案跟实际审判完全两码事儿，那何以见得啊？因为这个审判的他必须负的是什么呢？他按照法律，不能按自己情绪断案，他要负起法律跟良心责任。哦，是这意思。当然了，前两年吧，这个某地方法院啊举办了一次叫模拟法庭，就尝试这个国民参与核审，只是模拟，参与的国民有睡不着觉的，有当场就哭了的，这压力太大。有这么一个例子判例啊，有一个被起诉的人，有杀人前科啊，有精神病史，只因为父母没收了他的钥匙，他就把父母砍杀了，父亲死亡，母亲重伤就回，这种人就该死。而且注意一件事情啊，他的钥匙被没收了啊，所以他是找锁匠开了家里的门回家杀的父母。嗨，这还有什么好判的呢？他都能找锁匠了，还说是有精神病啊？对，直接枪毙三分钟。不等等等，枪毙有算时间的吗？三分钟？那这种人就得一打再打，二打三打，就不狂的打，一直枪毙他三分钟，那才解恨呢。我相信很多人都同意，那本来嘛。但是，这个模拟法庭最后的审判结果怎么样？无期徒刑。啊？跟你说的恐龙法官一样，只判了无期。这是为什么呀？具体内容我没有看到，不敢说。但我相信来自于权力。有权利就要负责，这是没碰到我，我就敢判，你就敢判，敢判。好了，机会来了，什么机会啊？司法院现在推动啊，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，以后只要重大刑事案件啊，国民就可以参与，职业法官与国民合审合判，这重要了啊。什么叫合审呢？那说说，决定有罪没罪。合判，你有权利参与量刑了。哎呀，照你这意思啊，以后老百姓就有机会参加审判了。对了，他们怎么突然想通了呀？也不是突然啊，这是重大改革，花了很多时间研讨，仔细推敲，现在执行。那谁可以参加呢？除了职业法官以外啊，每个案件随机抽选国民。这不错呀。对呀，那起码公平嘛，不会有什么正义魔人、审判狂，会造成另一种垄断。对，更重要的是，大家的背景不同啊，可以提供更多元的视角，更贴近民意。长此以往，参与的人多了，大家就会更相信司法，更了解这司法制度。听起来是不错啊，不过我觉得还是有问题。还什么问题？不是你有罪没罪你可以自己判断啊，但是该判多重呢？万一这个最低20年以上，是最高那是死刑。可是大家只参加过这一次，他凭什么原则决定？所以必须里面有职业法官呢。他可以从判例专业法官角度提供大家意见。那还不是跟着法官走吗？现在人有这么听话吗？也是啊，就你吧，如果你被抽到了，法官给你建议，你会听他的？应该不会，对吧？而且为了杜绝这个现象，规定开会的时候国民参审先发言，而且跟职业法官拥有相同的投票权，更重要的是参审国民必须是职业法官的两倍以上。哎呀，这听起来真是不错啊，赶快实施，赶快抽中我。我怎么觉得你觉得好像感觉很过瘾的样子呀？那开玩笑，一锤定生死，多过瘾啊！可别这么想啊！这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虽然是好事儿，但是大家如果真被抽到了，不是开玩笑的，那是戒慎恐惧，不能随便按情绪断案。不能跟平常喊爽的一样。当然了，我相信按此执行，以后大家会更相信司法，司法就会更贴近民意了。